大家好，中国语拼音训练现在开始。여러분안녕하세요，중국어듣기훈련시간입니다。下面请大家听读两遍后，把你听到的句子顺序写在前面的括号里。네그럼다음문장을듣고들은문장의순서를괄호안에써놓으세요。그럼잘들어주세요。읽겠습니다。네，첫번째，这东西很实用。这东西很实用。두번째，这东西可以食用。这东西可以食用。세번째，这东西你们先试用一下吧。这东西你们先试用一下吧。네번째，这东西你们就拿去使用吧。这东西你们就拿去使用吧。네，여러분잘들으셨어요？네，그럼우리다같이한번해볼까요？네，첫번째，这东西很实用，很实用。예，첫번째죠？예，실용적이다，实用。예，두번째，这东西可以实用，可以实用。예，세번째，这东西你们先试用一下吧，试用一下。예，세번째，예，네번째，这东西你们就拿去使用吧，使用。네，大家都选对了吗？네，그럼우리다같이한번문장의뜻을알아볼까요？첫번째부터，这东西你们先试用一下吧。你们先试用一下，哎，这东西，哎，이물건，이물건，물품，물건，你们先，哎，먼저试用，哎，试用，哎，시험삼아써보다。试用一下吧，예，시험삼아써보세요，예，试用一下吧。예，그럼이문장은어떻게번역할까요？예，이제품을，예，이물건을，예，다됩니다。이제품을당신들이먼저시험삼아써보세요。네，두번째，这东西很实用，很实用。哎，이거实用，이성，哎，실용적이다。很实用。哎，그럼이물건은어때요？이물건은很아주，예，매우，예，실용적이다。세번째，这东西可以食用。哎，여기에서食用은식용，
먹을 수 있다는 뜻입니다. 예, 먹을 수 있다. 그럼 이것은 예, 이 물건은 먹을 수 있습니다. 먹을 수 있습니다. 네 번째, 这东西你们就拿去使用吧。使用 삼성 使用 사용하다 쓰다 拿去 가져가서 가져가다 그럼 이 문장은 또 어떻게 쓸까요? 이 물건은 어때요? 당신들이 님은 당신들이 가져가서 먼저 가져가서 先 你们就拿去 당신들이 가져가서 쓰세요. 好，今天的中国语听力训练到此结束。哎，그럼다음시간에再见。